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凌云。今天是2020年9月2日，星期三。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 新闻早报，也欢迎您通过即时网和即时通客户端同步收看本栏目。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区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四平、辽源、吉林有中雨，松原、长春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全省各地最高温在23度到26度之间，长春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温26度，最低温18度。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首先来重点关注一下今年第9号台风美沙克。来自省气象台的消息，美沙克北上减弱后，将于3号白天从我省东部区域穿过，并给我省带来风雨影响。昨天下午，省气象台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相关情况。据省气象台预测，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主要集中在2号夜间到3号白天，我省大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最大降雨量可达150至200毫米。这次的影响呢，应该要比前面这个八威台风要严重的多。八威是一种持续性、稳定性的降水为主，那么这次的降水呢，会有一定的混合性。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极值。3号夜间到4号，我省中西部偏北区域仍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布不均的阵雨、雷阵雨。3号，我省东部和中西部偏北区域平均风力可达6至7级，阵风8至10级。延边东部近海区域阵风可达10级以上。需要重点防范的中小流域的这个和洪水产生泥石流或者山体滑坡和崩塌这种自然灾害的风险呢是比较高的。第三个方面需要防范的就是风对农作物的影响。第四方面就是对我们城镇居民生活积水啊或内涝需要防范一下这个大风影响。8月31号傍晚开始，我省大部出现降雨天气，中南部出现区域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截至9月1号早上7点，全省平均降水量13.8毫米，主要分布在通化、梅河口等地。根据雨情，通化市对各水库实行24小时监控预警，还组建了3.7万人的防汛应急抢险队伍。受降雨影响，梅河口市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凌晨2点，梅河口市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目前，所有受险情威胁群众均已平安转移至安置点，积水点恢复正常通车。受强降雨影响，辉南县石顶子河部分河段的河水漫过河堤，辉南县出动大型作业机械，对部分狭窄河道进行了临时扩宽作业。目前，省防指派出3个专家指导组，分别到吉林市、延边州、通化市、白山市等重点地区指导防汛防台工作。为做好台风美沙克防御工作，延边州直各学校9月2号、3号将全面停课，延吉市各中小学、幼儿园、民办教育机构9月2号、3号全面停课。再来关注一条停电的消息。昨天下午，长春市民的朋友圈都被停电刷屏，网友们纷纷爆料说，昨天下午快4点的时候，长春市大部分地方突发停电，具体什么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很多网友在微博上发布了长春突发停电的信息，有的网友表示上上课就突然停电了，还有的说由于停电红绿灯无法使用，还有的网友调侃长春扛得过台风却没扛过电闸。随后记者在国网长春供电公司供电服务官方微博上看到，9月1号15时48分，因长春供电公司供电故障造成部分用户停电，停电涉及范围自由大路以南、环城高速以北、东环城路以西、延安大陆以东部分线路。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突发停电呢？随后记者拨打了国家电网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了解情况。南关区那边的话是那个电缆那个被挖断了，有一个地铁施工，然后一下就挖断了6根电缆，然后现在大面积故障，预计的话得到晚上10点。记者今天早上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对于停电原因，长春供电公司供电服务官方微博发布情况说明，经排查，停电原因为变电站设备故障。国网长春供电公司已经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全力以赴组织了抢修，正通过负荷转带的方式陆续恢复供电，目前停电区域已经基本恢复供电。
继续来看新闻，相信很多人都接到过骚扰电话和骚扰短信，这回他们要凉凉了。8月31号，工信部就通信短信息和语音呼叫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未经用户同意，不得通过短信或电话营销。征求意见稿提出，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用户同意或请求，或用户明确拒绝的，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短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用户未明确同意的，视为拒绝。用户同意后又明确表示拒绝的，应当停止。征求意见稿对服务商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短信息服务提供者发送端口类商业性短信的，应当确保用户已同意或请求接收，并保留用户同意凭证至少5个月，不得擅自改变电信网码号用途，不得将用于发送业务管理和服务类短信息的端口用于发送商业性短信息。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应通过合同约定和技术手段等措施，防范未经用户同意或者请求发送的商业性短信息或拨打的商业性电话，如发现有违规行为，应该制止。此外，工信部将组织建立全国统一的谢绝来电平台，引导相关组织或个人尊重用户意愿，规范拨打商业性电话。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应依托谢绝来电平台提供谢绝来电服务，采取便捷有效的方式登记用户关于商业性电话的接收意愿，并依据用户意愿和双方协议约定提供防侵扰服务。近日，中国银联联合商业银行、支付机构、合作商户等在境内外同步发行数字银行卡，实现全流程数字化申卡、快速领卡，推动无卡化进程。一张银行卡从申请到使用，最快几分钟就可以完成。这次推出的数字银行卡分借记卡和信用卡两种，消费者只需用手机登录银联云闪付 APP 或者相关银行的客户端软件，就可以在线申领银行卡，几分钟就能拥有一张自己的数字银行卡并开始使用。不过，由于这是一张数字银行卡，因此它没有实体卡片，但转账、理财、消费，包括扫码、闪付等功能都可以实现。在安全性上，它除了密码、短信验证码等常用的验证手段之外，还采用大数据、通过支付标记化、通道加密、实时风控等，对卡号、有效期等信息进行全程防护，保障用户的资金与信息安全。如果发生有一些异常交易，特别是在线上，如果发觉有频繁的试探性的小额交易，或者突然出现一笔大额的这个交易，那么各家商业银行的这个反欺诈中心呢，他会立马呢会给持卡人呢进行打电话，那么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跟你进行确认。据介绍，虽然没有实体卡片，但是数字银行卡在绑定手机之后，即使没有网络，也不影响卡的使用。持卡人可以使用闪付功能进行支付，增加了消费的便利性。这两天，全国各地的学校都陆续开启了新学期。为了推动有序复学复课，做好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布了最新版的高等学校、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要求严格日常管理、进出校登记、教室及食堂卫生管理等重点场所和重点环节防控。对于高等学校，学校正式确定和通知开学时间前，学生不得提前返校。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返校时，需向学校出示一周内的核酸检测报告。境外师生未接到学校通知，一律不返校。学生宿舍严禁外来人员入内，在校园内的学生和授课老师可不戴口罩。对于中小学校，在校门口就近设置临时等候区，为入校时出现可疑症状人员提供临时处置场所，实行校园相对封闭式管理，全面梳理所有进校通道，校外无关人员一律不准进校，师生进校门一律核验身份和检测体温。对于托幼机构，严格落实幼儿晨午晚检和全日观察制度，家长接送幼儿不入园，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安排内容和形式适宜的体格锻炼，每日2个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
三岁以上幼儿至少一个小时的中等及以上强度身体活动，因幼儿特殊生理特征，在园期间不建议戴口罩。下面来关注山西襄汾县饭店坍塌事故。8月29号上午9:40左右，山西临汾市襄汾县陈庄村的聚仙饭店正在举办一场寿宴，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个时候，饭店的宴会厅忽然发生坍塌，事故造成29人不幸遇难，7人重伤。我们来看该起事故的最新消息。这事故发生之后呢，是有28人受伤了，那么其中7名是重伤，21名是轻伤，有2名的轻伤患者呢已经是接受完治疗，出院回家观察了。这次的伤者呢，最大的是有80岁，那么最小的呢，他只有5岁4个月。同时呢，我也咨询了医生，那么医生呢说呢，伤者当中呢，多数的情况呢是骨折或者是创伤性的外伤。那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救治组的情况，在这个专家组当中，他们采取的1对1的治疗方式。怎么说这个1对1呢？是一个救治组对一个患者，同时呢，这个一个患者他有一套的这样详细的救治的方案。这个心理疏导呢，也是这次救治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比如说我采访到医院去采访有伤者，那么以及伤者的家属呢，这里都有专门的医疗人员对于他们进行一个心理的辅导和情绪的疏导。那同时我们还了解到呢，比如说这个遇难者的家属，还有当地的受到这次事故影响的有很多的群众，那么当地的干部呢，也是对当地的群众有这样的一个针对性的或者是1对1的，从心理上或者生活上去帮助他们疏导，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也看到在网上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网友也对这个过寿的老人十分关注，老人所在的这个村子的村支书告诉我们一些老人的情况，那么他现在呢有家人的陪伴，同时呢当地也有针对老人的这些干部呢去帮扶老人，比如说在生活上，在心理疏导上都对他有一个帮助。我们已经看到啊，在这次事故发生之后呢，第一时间也成立了这个调查组。我们也了解到呢，这个调查组的构成呢是由山西省应急厅、还有住建厅等等一些相关的厅局组成来进行这个调查。那么要针对事故的原因、性质以及相关的责任人一一进行调查。坍塌事故发生之后，现在的聚仙饭店没有了曾经的宾客喧嚣，现场是废墟一片。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发生坍塌事故的聚仙饭店和饭店对面用于堆放清理出来的坍塌物的这两片区域呢，目前已经被围挡围了起来。在现场呢，我们也没有看到有救援的工作人员了。就目前我在现场观察到，这条道路呢目前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状态。那么在距离坍塌事故现场不远的这面墙上呢，我们也发现了有829事故救援组的相关的8个小组以及人员的构成名单。关于事故发生的原因呢，目前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发生事故的聚仙饭店最早的建筑属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自建房，但在随后多次进行了加盖扩建。他这个饭店就是靠前边这个房子，他是80年代盖的，当时，他盖的是住房，住房以后开了个小饭店，小饭店盖了几年以后，他往后边，不是他把他那个院子，一直盖到那个后边，又盖了个小2层，同时盖的时候就把这个院子拿这个水泥板就捧起来了，捧起来以后下边就不是弄了个大厅，这就开的宴会厅。就慢慢这么盖起来的。聚仙饭店本是一座2层建筑物，地上和地下各一层。饭店院子前后的2座小楼中间加盖了预制板房顶，形成了饭店的宴会厅。之后，在这个房顶之上又加盖了顶棚。好像是16年的时候吧，他又往上边捧了个棚子，捧了个菜缸棚子，就这开着是2层，实际上它只有地下这层。上边什么也没有，上边是空的。8月29号9:40左右，饭店2层预制板瞬间整个塌了下来，造成下面宴会厅内的客人大多来不及逃生。事故发生当天，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事故挂牌督办。
目前，山西省人民政府已成立襄汾县829饭店坍塌重大事故调查组，正在对事故展开调查。与此同时，山西省决定从8月30号起，在全省范围内立即开展房屋建筑和人员聚集场所安全专项检查。聚仙饭店是他所在的陈庄村和相邻的安里村唯一可以举办大型聚会的饭店，附近村民家里需要举办红白事儿，大都会选择在这里。而像这样一个村子里的经营场所，它的修建以及后来的扩建加盖，相关部门知情吗？人家他在前边是住房，他在院子里修什么的话，没有具体的这个规定。咱们也没有说是各方面对他进行一个管理啊什么的。没，这个人家办起饭店以后，不是他人家有人家执照的，有许可证的，人家有具体监管的单位。咱们村里的话，对人家这方面就也没有管理的权利。据陈庄村党支部书记介绍，发生坍塌的聚仙饭店营业执照、食品监管证件齐全。根据网络工商查询信息显示，这家饭店注册成立日期是在2003年。2015年曾因未按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办法规定报送资料，而被市场监管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按照农村宅基地有关管理办法，除了对面积要审批，有些对高度上有要求之外，宅基地上的自建房屋怎么盖，目前的审批和监管都没有明确。而在坍塌事故发生后，山西省召开建筑领域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会议，提出要全面开展全省城乡公共建筑领域专项排查整治。在襄汾县梁坡村，记者看到县乡住建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和村干部一起入户排查。有梁坡村的个人经营者就表示，平时的检查多集中在卫生方面，对房屋质量检查还没有遇到过。而襄汾县新城镇城建办负责人则表示，对于房屋质量其实平时查的也不少，但排查手段有限。现在他主要就是简单的望闻问切，就是看一看问，因为咱们技术上手段也是比较少。这里小饭店都是村里面找一些这个有经验的工匠，还有现在在人社局注册登记的这个施工这个瓦匠师。事故的具体原因还需要权威的调查来给出。房屋用途的改变往往给房屋的安全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这种转变的过程当中，谁又该用怎样的方法来有效的排查呢？我们如何建立接地气儿但是又能最大程度遏制安全风险的标准和规范呢？这次事件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提醒。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来自辽宁沈阳的退休交警单忠宇。当了37年的交警，因为工作非常忙，休息时间很少。单忠宇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家人。现在自己退休了，他决定完成自己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就是带着爸妈去旅行。他购买了一辆小客车，稍加改造变成一辆非常舒适的简易房车。近4年来，他开着这辆车带着父母行驶了24万公里，几乎游遍了全国。一定要给这个父母呢这个补偿一下子，带他们呢去旅游。你是抱团啊，一天跟着团来回紧着跑，这呢我们随时看好了我就多待一会儿，看不好我们就开车就走。退休后闲下来的他开始研究车辆内部改造，从设计到施工持续了1年多的时间。这个呢就像茶几似的，这那呢可以喝个茶壶的了，这是座呢放下来呢之后呢就变成床了。虽然已经年过80，但单忠宇的父母身体硬朗，能在儿子的陪伴下旅行，对二位老人来说是最幸福的时光。这是愿意看看大好河山，到哪都看一看，你要不看呢这就遗憾这一生。2016年9月，单忠宇带着父母开启了他们的长途旅行，第一站目的地就选择了难度最高的青藏高原。那时候父母呢身体行适应，我怕呢岁数大了吧越往晚我心里没底儿，我们走到哪地方是出现什么问题，我们往回返呢还是往前走啊，
就是说哪正有医院呢，这我都得想，我做了很多预案。当时海拔特别高，我也没敢让父母下来，我说你搁车里看吧。当时你看他的表情，海拔高，喘气费劲，这个玻璃窗呢反映的是雪山，感觉这张照片呢没事看一看，感觉很幸福吧。我都这个岁数了，还有母亲喂我，给我夹菜吃。原计划一个月完成的行程，单中宇带着父母走了将近两个月。回到沈阳后，单中宇发现父母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呢，他从内心感觉，哎呦，我这一辈子我年轻人都不敢去的西藏，我去了，所以他内心感觉特别强大。尤其亲属来了，哎呀，都来祝贺他，说你们去了，你们真行。全国走了24万公里，几乎全国都走遍了。恩施大峡谷里头，我说我看父母能自己走下来，这都80多岁的人了，我走都受不了，都累够呛。和父母一起旅行的日子，每一天都是难以复制的限量版。4年下来，单中宇总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趁他们现在还行，赶紧动，孝敬要赶早，不能等。古人说父母在不远游，单中宇用自己的心打造了这辆房车，带着父母去远游，给这句古话加上了时代的注脚。父母在儿子的照片里显得那么可爱和幸福，但也许比单中宇父母更幸福的是单中宇自己。就像他说的，只要父母在，我们不管多大，回到家喊一声爸妈就能做回孩子。一次旅行，一顿晚餐，甚至是一个拥抱，不要让那些都停留在计划中，请现在就去做吧。好，我们来看下一条。如果工作业绩不达标，公司会给员工什么样的惩罚呢？扣发奖金可能是通常的做法吧。然而一些奇葩的公司却想出了一些伤害员工身心的损招。近日有网友称，长沙一家公司让男性员工在大街上裸奔，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在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华海3C 广场附近，多名男子裸奔，只用毛巾简单遮盖下体。这人根本就跟我们华海3C 完全没有关系，一不是我们的商户，二不是我们的员工，就是一个外面的不认识的路人甲。网传聊天截图显示，有人称8月份业绩销量不达标，整个部门被罚绕电脑城裸奔一圈。湖南瑞邦律师事务所刘明律师介绍，裸奔本身严格意义上不构成犯罪，但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警方可以对相关组织者及实施者治安拘留。另外，企业可以制定规章制度对公司员工进行管理或者处罚，但规章制度制定的程序和内容必须是合法的，侵害员工人格尊严或伤害员工身体的内容都是违法的。事发时，广场工作人员上前制止并报警，目前警方正在寻找涉事人员。而在广西南宁一家文化公司也干出了特没文化的事儿。几个男子脱掉衣服只穿内裤站在大街上，此事发生在去年年底，已经挺冷了，而对女员工的处罚则是打屁股。之后部分员工报警，劳动保障部门介入调查。体罚员工的新闻不是第一次出现了，网友曾曝光了一段某公司员工跪地狂扇自己耳光的视频，男员工赤裸上身，与女员工并排跪在讲台上，一手扶地，一手猛扇自己耳光。在这段视频中，多名女子两两相对的跪着，互相有节奏的抽着对方的脸颊。近年来，在一些企业里，类似的花样体罚层出不穷，有喝马桶水的，有跪地磕头的，更有生吃虫子的。这些奇葩的花样体罚却被一些企业冠以企业文化之称。这会有提升的吗？他肯定有的。3、2、1，你肯定想不到他吃的是什么。这事儿发生在今年6月份，贵州毕节一个装饰公司因为员工业绩未达标，竟被要求生吃蚯蚓和泥鳅。这有问题啊，还这么我知道真的这样，别吃一起吞的吧。当地警方对公司两个负责人员分别行政拘留5天。
悟空财税服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也很奇葩。小刘爆料说，由于部门业绩不达标，他和六名同事在五月份被公司罚吃死神辣条。产品包装上标明，这个产品是创意整蛊玩具，严禁食用，嚼20秒挑战成功，禁止吞食。然而小刘他们被罚吞下死神辣条，导致他和一名女同事送医抢救，被诊断为慢性非萎缩性胃窦炎。7月14号，悟空财税回应说，涉事负责人已被撤职。这种惩罚美其名曰企业文化，显然是对文化的侮辱和亵渎，也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丑陋文化。这是对员工健康权、平等权和人格尊严的践踏。我们痛斥这样的丑态，并呼吁相关部门及时介入，以儆效尤。这两天，全国很多中小学都开学了，但有粗心的家长和孩子却搞错了开学的日子，让人哭笑不得。8月31号一大早，上海一名家长以为当天是9月1号开学日，把孩子送到学校门口后就开车走了，留下小男孩独自一人走失街头。路面监控显示，8月31号早上8点左右，孩子的爸爸开车将他送到了学校门口。孩子下车之后，家长就开车离开了。我儿子说：“呀，都迟到了，人家都锁门了，快点，送完就走了。”就想着平时都是放学校门口就走了吗？孩子一路走到校门口，发现校门紧闭，询问门卫后，才发现今天并不是开学日。而此时送他过来的爸爸早已离开，无奈之下，他只好试图自己走回家。可没多久就发现自己不认路了，种种委屈堆积在一起，小男孩委屈地哭了起来。还好不久后孩子就被附近执勤的民警发现了。左右观察了一下呢，说是也没有发现有大人带着一个人背着个书包，然后感觉就是不是很对劲，然后就上去询问了一下。询问下来呢，就是说这个小孩的父亲啊和母亲他们今天开学日搞错了，应该是明天9月1号开学。有点丢人啊，不应该哭了。我跟我儿子记错了，他也不知道什么，他就听我一直在说催他上了，催他上课。以为今天就9月1号了。最终在志愿者和民警的帮助下，小朋友顺利与家人取得了联系，安全回到了家。8月30号晚上，四川乐山的暴雨导致乐山城区多处积水严重。由于当地一所小学地势低洼，洪水灌进小学的教室，为了保住新学期的教材和教辅资料，老师和家长赶往学校紧急转移。8月30号晚上，乐山市实验小学操场积水最深处达到了60厘米左右，近3000套学生教材和教辅资料有被水浸泡的危险。学校工作人员立即进行转移，但因水位持续上涨，一部分教材被积水浸湿。为了增加人手保住教材，学校随即发出倡议，号召学生家长自愿帮忙转移教材。我们从几个、十几个，然后一会儿又来了很多的家长，几十个，直到几百个人。积水越来越深，天也越来越暗，但是人越来越多，心也越来越齐。除了200多名学生家长，当地社区干部和派出所民警也加入到了转移教材的队伍。经过2个小时的努力，所有教材被转移到了安全地带。许多家长几乎都是涉水过来的，不管什么裤子啊那些都打湿了，但是第一时间都想的是快一点的把这些书籍全部抢救出来，好让孩子上学的时候至少有课本用完。在得知另一个校区还有1000多套学生教材存放在底楼，也有可能被水浸泡，在场的人员又一起转战另一校区转移教材。8月31号一大早，记者在乐山市实验小学看到，学校的工作人员都在忙着打扫校园、清点教材，在忙碌的人群中，仍然有不少家长的身影。要过来打扫一下，翻一下书那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嘛，让学校尽早开学嘛。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爆发的全国性反种族歧视和反警察暴力执法抗议活动目前仍在持续。鉴于8月29号在波特兰的抗议活动中再度出现暴力事件，并造成人员死亡，当地时间8月30号，俄勒冈州长派遣州级执法力量前往波特兰，并逮捕了29名抗议者。根据俄勒冈当地媒体报道，在8月29号波特兰市的游行示威中，特朗普支持者和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的人群发生冲突，期间一人遭到枪杀。目前游行示威在波特兰市已经持续了超过90天的时间，且现场频发暴力事件。进入8月以来，当地执法部门频繁将示威活动定义为暴乱，这使得警察可以使用催泪弹等武器来驱散人群。对于此次俄勒冈州长派遣州级执法力量前往波特兰，波特兰抗议者认为，在警察暴力执法频发的当下，让更多警察出现在波特兰无异于解决问题。此前在7月份，美国政府从国土安全部向波特兰派遣超过100名联邦执法人员，但抗议者连续2周每晚与那些执法人员冲突，城市2个街区几乎变为战区。联邦执法人员7月31号撤离以后，抗议活动持续。截至目前，波特兰已有超过600人遭逮捕。上个周末，波特兰发生的特朗普支持者和抗议者的冲突，显示着美国社会的撕裂正在不断加深。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连连发文，大骂波特兰市长，而波特兰市长则会回击：“是你制造了仇恨与分裂。”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大骂波特兰市长泰德·惠勒是一个傻子，试图与无政府主义者打成一片，而波特兰需要的则是法律与秩序。他还指责惠勒反对联邦执法人员进入波特兰执法，称白宫只是带着一小群人去那里保卫联邦法院，因为惠勒做不到。波特兰市长泰德·惠勒30号抨击白宫方面加剧了社会仇恨，煽动暴力。 Mr. President, why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decades that America has seen this level of violence? It's you who have created the hate and the division. It's you who have not found a way to say the names of black people killed by police officers, even as people in law enforcement have. And it's you who claimed that white supremacists are good people. 另据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查德·沃尔夫30号指出，波特兰市政府在平息抗议活动的过程中应对不当，白宫可能再次向波特兰派遣联邦执法人员。当地时间8月31号，世卫组织举行新冠肺炎疫情例行发布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全力支持重启社会和经济，希望看到孩子们回到学校，人们回到工作岗位，但这些需要安全的实现。No country can just pretend the pandemic is over. The reality is that this coronavirus spreads easily. It can be fatal to people of all ages, and most people remain susceptible. If countries are serious about opening up, they must be serious about suppressing transmission and saving lives. The more control countries have over the virus,the more they can open up. Opening up without having control is a recipe for disaster.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当谈到某个国家死亡率较高时，一些人说没关系，死亡的都是老年人，这种观点简直是道德沦丧，社会不应该以这种方式运行。每一个生命，无论年轻还是年老，都是珍贵的，必须尽一切努力来拯救生命。另外，根据世卫组织对105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90%的国家在疫情期间出现了卫生服务中断，中低收入国家受影响最为严重。欧洲多国近期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反弹，当地时间9月1号，欧洲多国的各大中小学校即将开学。面对较高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各国纷纷出台或加强校园防疫规定，为这个开学季提供保障。西班牙卫生部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西班牙累计确诊病例46万2858例，累计死亡病例29094例。
西班牙卫生部应急与预警协调中心表示，西班牙疫情反弹严重，病例的不断增加，让一些地区的初级医疗保健系统达到了极限，一些城镇也重新实施了封锁。对于即将开始的新学年，西班牙教育相关部门与卫生部商议后出台了复课指南，规定复课期间所有师生必须佩戴口罩，教学场所定时开窗通风，做好隔离防疫工作等。法国公共卫生部门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法国累计确诊病例281025例，累计死亡病例30635例。数据显示，8月22号至8月28号期间，全法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为4.2%，仍处于上升趋势。当地时间9月1号，法国1240万名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返回学校报到。法国教育部表示，学生家长送孩子返校时必须佩戴口罩，老师也要全程戴口罩。在各大中小学校开学之际，英国疫情形势仍然严峻。截至8月31号，英国累计确诊病例335873例，累计死亡41501例，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已经连续多天超过1000例。不过，英国首相约翰逊敦促家长配合学校开学复课。英国政府也规定，拒绝送孩子返校的家长将面临120英镑罚款，屡次不让孩子返校的家长则可能面临最高2500英镑�罚款或最多3个月监禁。在已于8月早些时候开学的苏格兰，当地政府要求从8月31号开始，所有12岁以上学生在学校走廊等校园内公共区域及校车上都必须佩戴口罩，但在保持社交距离的教室里，学生不用戴口罩。随着巴西圣保罗市新冠肺炎疫情略有缓解，市内一座曾被改造为方舱医院的体育场，在修舱以后又被改造成汽车电影院。四月初投入使用的巴西圣保罗市帕卡恩布体育场方舱医院于6月底正式修舱，被改造为汽车电影院后于7月中旬投入使用。虽然被称为汽车电影院，但这里也会举办现场音乐会、舞蹈表演等活动。为保证观影安全，观众在入场前都要测量体温，入场后汽车之间被要求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并保持车窗紧闭。观影的市民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序购买食物和饮料，而且去卫生间时必须佩戴口罩。据了解，圣保罗市目前已有20余家汽车电影院，每周播放100多场电影。圣保罗市长科瓦斯曾在采访中表示，普通电影院有望在10月初重新开放，但是否能顺利开放仍取决于疫情防控的进展。视线转向韩国，据韩国京畿道消防部门通报，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京畿道附近一辆私家车与一辆驻韩美军的装甲车在韩国首尔以北的报川市发生追尾事故，造成私家车中的4人全部丧生。当晚9点30分左右，一辆美军装甲车和一辆韩国 SUV 私家车发生追尾事故。从现场公布的画面看，美军装甲车的损害不大，主要是一侧履带脱落，车内有2名士兵，其中1人受轻伤。私家车车身严重变形，横在马路中央，车内4人全部身亡。据报道，事故发生时，美军装甲车结束射击训练，正准备返回部队营区，而 SUV 车内的4人是参加完家庭聚会正准备回家的2对50多岁夫妇。韩国警方经初步调查认为，事发时后车 SUV 的司机未能及时发现前方的美军装甲车，酿成追尾悲剧。警方正在调查事故是否与后车司机饮酒或超速驾驶有关。不过，附近居民表示，这样的事故迟早会发生。京畿道报川市有一处美军射击训练场，罗德里格斯训练场，美军车辆经常在夜间往返训练场。由于美军的装甲车采用迷彩涂装，车体上没有明显的大灯，在夜间不容易被发现。再加上这段道路特别狭窄，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很大。이일대는인도하나제대로없습니다다전차가딱차면은꽉차지요이제여만정도가아니에요그게뭐驻韩美军司令部31号称，向此次悲剧事故中遇难者的家属表示慰问，同时将暂时终止该地区训练。接下来。
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大家赶紧告诉自己的爸妈。以前长春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都是通过吉林银行农业银行储蓄卡或者惠农卡发放，但从11月1号起，城乡居民养老金发放方式将有变化，具体怎么变，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记者从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了解到，自2020年11月1号起，长春市本级将全面使用社会保障卡发放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今年刚刚退休的这种养老保险待遇人员，他呢拿着身份证、社会保障卡呢，到这个乡镇去办理待遇核定手续就可以了。没有这个社会保障卡的人员呢，先去办理社会保障卡，然后再去办理这个待遇领取的手续。已享受养老金发放的未激活社会保障卡人员，先到社会保障卡发卡银行办理激活手续，然后到所属乡镇街道事务所登记并变更银行账号。未办理社会保障卡人员先办理社会保障卡，激活后再到所属乡镇街道事务所登记并变更银行账号。已激活社会保障卡人员到所属乡镇街道事务所登记并变更银行账号。新的政策这个实行了之后呢，老百姓会实现这个医保和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取使用一张卡，可以更加方便老百姓，更加便捷的这种提供这种公共服务。同时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吉林省社会保险管理信息系统近期优化升级，到9月6号，长春市将暂停长春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及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个人缴费、关系转移、待遇核定和权益查询等业务。8月31号，长春市东部快速路南延长线工程高架桥梁主线提前开放通车，日益完善的城市交通路网为市民出行带来更加便利的条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长春市生态广场南行300米处，在这里我们看到啊，长春市东部快速路南延长线这个位置的入口匝道已经开通。下面呢，我们就通过一组航拍镜头带您一起去看一看这条路的开通情况。长春市东部快速路南延长线工程北起生态广场，南至生态大街与天浦路交汇处，全长5.66公里，全线为双向六车道高架桥，历时18个月建设完工。采用大面积装配式这个施工，其中最大的一个亮点，采用了1品3阶段的预制拼装的盖梁啊，这个是在东三省算是上出首例，将来可以大范围应用。全程的时速设计是主线是80公里每小时，那个它是我们连接长春市主城区和晋粤开发区的一个主要的快通道，极大的缓解了我们这个生态广场、世纪广场和生态大街这个主要的一个交通节点的压力。今年长春市实施市政基础设施重点工程73项，目前部分项目已初具规模。今年还将完成民康路、惠公路、机场大道等提升改造工程，打造春城完整的立体交通网。9月1号是东部快速路南延长线开通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快速路开通后与开通之前相比，车流量以及道路的通行能力又有哪些变化呢？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东部快速路南延长线的福祉大路下桥口了。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个下桥口呢还是非常开阔的，上下桥口为双向四车道。今天也是这个路段开通之后的首个工作日。那么据了解，在这个路段开通之后，也是极大的缓解了晋粤区早高峰的通行压力。今天早上那个车流啊，就没有高峰，每个信号灯基本上都能一个信号快速通过，不像平时早晚高峰的时候，你想通过最少得3个信号周期。它不单缓解了生态大街的压力，同时呢，缓解了我们新城大街、晋粤大街的压力。现在就是说，晋粤大街的车辆有一大部分已经不走晋粤大街了。都转移到走福祉大路、银杏路、要道、生态大街上快速路。我们现在来到的位置就是生态广场的下桥口了。那么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截至目前开放的路口呢，有生态广场南、天河路北以及福祉大路的上下桥匝道。除此以外，生态东街西上下桥匝道计划于今年的9月中旬正式开通。快速路啊，现在是属于分批次交工。现在呢，暂时是把桥开通了，但是呢，桥下的一些工程现在还陆续在做，所以呢，咱们现在呢，能走上面的尽量走上面，下面呢，它有的时候呢，还是不太好走，施工还没有完毕呢。
在现场我们发现，虽然目前主路已经正式通车了，但是对于路面上的智能交通设备呢，还是需要陆续的进行安装以及调试的，随时呢就会占用一些车道来进行施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示广大驾驶员，您在上下桥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瞭望周边的交通情况，然后再进行通行，保障您和他人的出行安全。今天距第15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还有3天。昨天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公布了金鹿奖入围影片名单和金鹿奖评委会主席及评审团成员名单。本届长春电影节入围的电影共有15部华语影片，既有去年火爆国庆档的3部主旋律大片《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和《攀登者》，也有口碑不俗的《半个喜剧》和《误杀》，既有歌颂时代楷模的《黄大年》和《那时风华》，也有关注社会发展与建设的《大路朝天》和《我的喜马拉雅》。而《如影随心》《春潮》《受益人》《笑里藏刀》《小 Q》《远去的牧歌》等风格迥异、展现当代社会不同面向的作品，也将一同参与金鹿奖的角逐。本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将颁出最佳影片奖、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女演员奖、最佳编剧奖、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最佳技术奖、最佳处女作奖等10项大奖。导演丁一楠担任本届金鹿奖评审主席，导演丁晟、编剧汪海林、演员咏梅、音乐制作人董东东、摄影师黄月泰、影评人谭飞共同担任专业评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区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四平、辽源、吉林有中雨，松原、长春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各地具体天气，我们来看天气预报。惊喜、意外，那是美差，知道吗？给人当爹。平淡的幸福，棘手的问题。赵子琪、涂松岩领衔主演。赵阳，给我出来！明明就是林子口。金山。吉林卫视每晚7:30，敬请收看《男人的秘密》。长春多云转雷阵雨，26到18度。白城晴，25到17度。松原晴转小雨，25到17度。四平多云转中雨，26到15度。辽源多云转中雨，26到16度。吉林多云转中雨，26到17度。通化小雨转大雨，25到16度。白山小雨转大雨，24到15度。延吉小雨转暴雨，24到13度。长白山小雨转大雨，23到14度。8月31号，第34届中国抚松长白山人参节开幕，第15届参王大赛同步举行。本届参王大赛分为原参参王和野山参参王评选两个部分，10颗原参、15颗野山参参与竞选。通过专家评审，2号原参和4号野山参胜出，成为今年的原参王和野山参参王。辉南县首届妇女草编技能大赛日前开赛，来自全县各乡镇街道的39名辉南小姐同台竞技，一显身手。比赛还设置了义卖环节，小姐们将作品捐献出来，与会嘉宾和热心群众选择并购买自己心仪的草编作品。义卖款项用于资助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品学兼优的困难大学生。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 新闻早报，参与互动话题讨论，赢取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恋录制现场门票等奖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